它这里有个双面胶，把它粘掉，使用很方便的。把这个粘掉，这头粘在这边，这个是属于也属于冰箱锁，也属于抽屉锁，粘牢它，这边粘牢它，这粘牢了，这样锁住了。家里面有小孩的，就打不开了。锁牢了，这个双面胶的粘性很好的。它是大人的话，它这里有一个功能按键，它可以打开这里，